那个已经上面有写的那个刀片啊，那个也是我的，那个也是你的，因为我要切肉。没有，那个已经上面有写的那个刀片啊，那个也是我的，那个也是你的，因为我要切肉，要切菜，所以他们东西都拿走了。两名被害人在场，然后头部有多处挫伤，经送往汐止国泰医院包扎。那经询问被害人表示，因与林姓友人的女朋友有暧昧关系，而引发林乃心生不满。遂于上机案发实地，伙同同名三名友人共同持安全帽、胸椎殴打被害人后离去。那本分局已将相关涉嫌人查缉到案，全案依国法、刑法妨碍秩序伤害罪等侦办中。